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大纪元的中共病毒追踪联合直播节目，我是林兰，我是秦鹏。好的，现在是中港台时间2020年5月23号晚上9点，美东时间上午9点。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全球的确诊病例超过了524万，死亡近34万。南美洲成为最新的疫情中心，尤其是巴西疫情最重。另外，在欧洲，俄罗斯单日新增139起死亡病例。亚洲的印度单日新增6600多起确诊病例，都创下了新高。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俄罗斯今年秋天可能遭遇第二波疫情的袭击，需要做好准备。而俄罗斯的输出病例从4月份开始，也导致中国东北疫情升级。世界银行表示，疫情将造成全球6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美元。到2030年，可能还会有1.3亿人陷入极端贫困。疫情导致的经济萎缩将抹去近年来全球在削减贫困方面的进展。疫情下，中共人大会议推出了港版国安法草案，可能在香港设立中共国安机构。香港民主派表示，这是把一国两制放进垃圾桶。全球多国也强烈批评，这将把香港的自治推向崩溃。美国卫生官员22号致信世界卫生组织的执委会，呼吁立刻启动针对病毒来源及世卫应对举措的审查，并呼吁今年秋季世卫大会复会时让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与会。好的，下面来详细了解各国的疫情情况。南美洲已发展成为全球新的疫情中心。巴西5月21日新增超过1.7万个感染病例，截至周五下午，全国累计确诊人数将近31.5万。尽管疫情严峻，里约热内卢市长克里维拉仍表示，将在卫生专家的指导下重新开放城市。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也签署一项107亿美元的联邦援助计划，帮助疫情严重的地区度过危机。5月22日，俄罗斯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累计超过32.6万。随着疫情高峰渐渐过去，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走出家门，莫斯科的居家防疫人数已降至最低值。另据当地媒体报道，位于俄罗斯南部的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疑似感染中共病毒，目前正在莫斯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如果情况属实，他将是继总理米舒斯金、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和其他两位内阁部长之后的又一名感染中共病毒的俄罗斯高官。印度周五新增病例数量仍高达6566例，全国累计确诊人数升至12.5万人。印度央行周五召开紧急会议，并再次宣布降息，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这是今年印度第二次降息，将回购利率和逆回购利率同时下调40个基点，至4%和3.35%。印度央行行长达斯预计，2021年印度的 GDP 增长将为负值，但明年下半年经济会明显回升。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马来西亚首相署22号宣布，首相穆尤丁前天在与内阁官员讨论了行政事务后，其中一名与会官员证实感染了中共病毒，导致所有的与会官员必须接受筛检。首相穆尤丁首次检测结果是阴性，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会居家隔离14天。再来看到中国方面，吉林市管辖的两个地区舒兰市和丰满区最近都出现了群聚感染，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吉林市卫健委22号宣布，即日起禁止吉林市的居民通过任何方式前往北京，这是继湖北之后再有地方城市被限制进入北京。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宣布，教堂、犹太教堂等礼拜场所是提供基本服务的必要场所，敦促各州州长立刻开放。Today I'm identifying houses of worship, churches, synagogue, and mosques as essential places that provide essential services. 在被川普指定为必要场所之后，教堂等信仰场所将有权优先开放。川普同时指示美国疾控中心为信仰团体发布防疫指南，确保教堂在安全的情况下开放。These are places that hold our society together and keep our people united. The people are demanding to go to church and synagogue, go to their mosqu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embrace worship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life. 川普敦促各州州长立即开放教堂等礼拜场所。Some governors have deemed liquor stores and abortion clinics as essential, but have left out churches and other houses of worship.It's not right. 川普同时警告，如有州长拒绝开放礼拜场所，川普将会推翻其决定。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美国官员5月22号敦促世界卫生组织立刻对病毒的起源以及世卫组织应对大流行的措施展开审查。本周二，世卫大会194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展开审查，但是没有明确启动和截止的时间。美国代表22号在提交给世卫执委会的声明中表示，希望今年秋天世卫大会复会时就必须处理审查中发现的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在秋季复会前结束审查。美国代表表示，必须启动必要的改革，才能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大流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37%的美国人认为中共政府在应对疫情中表现差，超过80%的美国人表示完全不信或者不太相信中共公布的卫生数据。而对于美国政府抗击疫情的表现，71%的共和党支持者表示认可，而民主党的支持者只有27%认可。对于是否相信世卫组织提供的疫情资讯，自由党派的民主党人86%表示相信，保守派的共和党人只有不到30%相信。秦鹏，我们看到这份民调，它显示出美国民众对于中共的一种不信任，这种民意的基础可能会对政策制定者有什么影响呢？我理解会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呢，会导致整个川普政府的话和以后的这些政府就全面的调整对华的政策。那么主要体现在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川普政府发布的这个就是对华战略方指导方针，这个里边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方面，我们看到它是过去的全面的回顾了过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全面掉头。那么第二个呢，我理解就会强调川普政府就是使他们能继续是追责世卫和中共。第三个方面呢，是很可能会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他最终的一个结局的话，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也就换句话讲的话，就是川普政府未来很可能会把目标主要就放在打击和消除中共这个对全球的一个威胁这方面。好，我们会继续观察这个走势。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政府和世卫的表现有认知有非常大的差异。您认为是为什么呢？我理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民主党这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就是美国的媒体。那么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讲呢，因为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在经济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然后呢是民主党呢对他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些调查和弹劾，但事实上都是失败了。那么这次疫情来了之后呢，对于整个美国的经济，直接接近于就是这种成果进行了摧毁。对。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民主党是似乎打这种疫情牌，那他不敢强调经济，所以他只能强调这种疫情，强调说如果是拜登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疫情防控的话，会做得更出色。他主要是这个样一个意思，所以他就要诋毁说是川普所取得的一切的这样成绩。那么一切的出现的成绩的话，那就是因为是 CDC 或者是呢民众造成的，然后呢出现的一切问题那肯定是川普造成的，所以而且呢有一些问题他也可能就是并不是说根子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就会扭曲这种他的原因。比如说来讲，他会强调说川普造成的，他就会这个时候他回避说是因为世卫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共这边他的问题。那么同样的，从在媒体上也体现的比较明显，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主流媒体基本上还是支持民主党的，就他是自由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对于疫情的防控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的报道和他的这个川普的政府的这种做的基本上是相反的为主。比如说来讲的话，在川普关闭这种航空的时候，那么整个媒体的攻击是说川普呢是过度反应，甚至叫种族主义。那么到后期来讲的话呢，说是因为奥巴马时期留下了这种 CDC 独大，垄断了这种检疫，就是他的这种检测结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导致了实际上是检测的这种拖延，没有全面快速的全面检测。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说是川普政府造成的，而当整个川普呢政府呢就是快速的提升这种检测能力，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看到媒体又攻击他说是想搞这种检疫竞赛，这样的话有什么意义呢？他认为是吧，我们看到前两天是那个女记者对他还进行了这种抨击，那么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说的追责中共呢，他这抨击为说是试图是甩锅这个中共，然后呢是为了选情这样的原因。所以看到我们看到媒体的话，他基本上这样子。
所以这种媒体的报道也造成了一个民意的分裂。对，是。我们再来看到一项对中共病毒患者的数据分析发现，美国50个州民主党县蓝区的死亡率远远高过共和党县红区。路透社报道，根据对人口和公共卫生数据的分析，截至5月20日，在美国各郡县中，2016年总统大选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郡县中，每10万人中有39人死于中共病毒；而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郡县中，每10万人只有13人死于该病毒。在密歇根州，2016大选，川普与希拉里再次展开激烈竞争，川普险胜。该州支持希拉里的各县，每10万人中有79人死亡；而支持川普的县，每10万人中有25人死亡。蓝区的疫情死亡率是红区的3倍多。在马里兰州，支持民主党的华盛顿 DC 郊区的疫情死亡率是保守的阿拉巴奇亚区域的4倍。堪萨斯州两个蓝色民主党县的疫情死亡率比该州其他所有县高出了7倍。美国疫情爆发，从蓝色的华盛顿州突起，感染病例在深蓝的加州和纽约州快速上升。纽约市成为全美的疫情中心，而纽约州支持共和党的农村和郊区甚至没有受到疫情直接影响。通常来说，美国共和党选民比民主党选民更遵循西方传统价值观。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再来看到，对于中共两会期间推进港版国安法，美国白宫和国会两党都表示将会做出回应。川普周四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还不清楚港版国安法具体内容，如果中共强推，美国将强烈回应。I don't know what it is because nobody knows yet. If it happens, we'll address that issue very strongly. 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周四发声明，强烈谴责中共。他强调，港人享有人权及基本自由，是香港享有国际特殊地位的关键。奥特加斯提到，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表示，推迟向国会递交香港评估报告，以观察中共是否会在两会期间进一步损害香港自治。参议院议长佩洛西周四发推文说，北京再次试图终结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这一宣布非常令人震惊。试图绕过香港立法机构的做法，表明中共完全不尊重法治。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共和党参议员图米周四表示，将推出制裁法案，严厉惩罚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实体，并惩罚与这些实体做生意的银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吉姆·里什、马克·卢比奥以及加德纳参议员周四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共。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周四推出决议案，谴责中共预谋在香港推国安法。霍利还发推文呼吁所有自由国家支持香港民众。新唐记者毕新慈、田瑞综合报道。欧美多位政要也强烈谴责中共推进香港国安法，表示不会坐视中共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周五，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声明表示，英国密切关注局势，希望中方尊重香港的权利和自由以及高度自治。英国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中共政权是担惊受怕的霸凌者，害怕兑现对香港人的承诺。他敦促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外交大臣拉布要明确提出中共正在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并和世界盟友讨论该问题。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周四连发推文表示，如果中共推行香港国安法，一国两制将终结。他表示，英国应介入，为持有英国护照的海外国民提供进入英国的机会。如果中共破坏联合声明，英国可采取多项措施惩罚，还可以联手其他国家行动。英国保守党议员丹尼尔·卡钦斯基周五表示，英国议员正在签署联合声明，抗议中共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英国保守党议员尼尔·奥布莱恩将中共驻英国大使发言人对港版国安法的评论翻译为，我们将扼杀民主的最后因素，结束法治，撕毁我们承诺的一国两制条约。德国保守党资深议员洛特根周五表示，23条法律被否决了一次后，北京当局现在试图绕开香港立法会。德国欧洲议会议员盖·维尔霍夫·施塔特周四表示，中共利用假议会消灭香港的剩余民主，终结一国两制政策。加拿大外长商鹏飞周四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非常关注香港情况，并会为此发声。
加拿大人民党党魁马克西姆·伯尼尔周五指责中共想消除香港剩余的西方自由和法治，将其独裁体制输出到世界各地。新唐人记者毕新慈、明玉综合报道。下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更多消息。洗手呢，要求用肥皂和水，至少20秒钟，把手沾湿。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放洗手液，掌心对掌心，至少5秒钟，掌心对掌背，食指交叉，然后交换左右手，也是至少5秒钟，要保证我们的指甲缝里也要洗干净，所以至少是20秒钟。然后最后呢，用流水冲洗干净。冲洗完了之后呢，我们拿纸巾或者是风干，最好是拿纸巾去把这个水龙头关闭。如果我们的手部不是很脏的情况下，没有肥皂和水，我们可以使用含有酒精的洗手液。取来之后呢，我们要涂抹全手，包括手心、手背、指缝之间以及指尖，最后我们等待自然风干。用不着了。如果说我的终点已经定好，那至少我还有选择沿途风光的权利。这本书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王浩辰的粉丝量快超过千万了，让你的艺术人生达到更高的辉煌。在我身上的确是发生了奇迹。欢迎回来。在香港和澳门，警方日前都以防疫为由禁止举办悼念六四的集会。香港和澳门过去30年每年六四都会举办活动悼念天安门屠杀的死难者，今年将是第一次无法正常举办集会。澳门的主办方表示将会上诉，香港的主办方呼吁港人遍地开花，在各区自发悼念。再来看到5月21号，北京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岛》，检讨疫情以来中国政治、社会精英与大众以及世界政治出现的种种问题，再次引起关注。金鹏想请问呢，您觉得这篇文章中有哪些重点？这个文章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许章润先生的话呢，他从这个毕生之所学了。就是说做了整个说疫情在到来之后的话，整个中共的反应和整个产生目前的灾难的一个根源，所以他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分析，也对未来呢就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避免这种灾难重演，也指出了一个这样一个他的一个建议，八大建议。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是讲一下。第一个开头的时候，他呢实际上开门见山的指出来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疫情是导致呢整个全球性的一个厌华效应正在发酵。那么对于中共的这种集权统治，它这样的一个灾难性呢，它是产生了新的一个警觉。然后呢，这也使得中国的这种国家信誉扫地。然后中国呢是目前是空前的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那么他也对于呢目前的说这个，因为党的领袖、党的这样的一个统治，以及呢党的这样的一个政权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灾难，就是这是根子的原因呢，他是用几个这种排比句，就是表达了他的一种痛斥、一种愤怒。他讲说，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浅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无耻的歌舞升平，肮脏的牵连寡耻，够了这潇潇漫天谎言，无边无尽的苦难，够了这嗜血的红潮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7年来的荒唐错乱，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够了这70年的尸山血海，亘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他也指出来呢，就是说整个灾难的造成是跟美国为首的这样的一种西方国家的对中共这种政权的滋养是有极大的关系，说他实际上是因为美国在过去的30年里边是误判了中共，导致了他灾难重演，就是过去的相当于是二战之后把苏联给养大了的，现在来讲这最近30年又把中共给养大了。他也讲了呢，说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体制未来呢不可能说是类似的灾难不再发生，而恰恰呢是这种灾难呢最终也不可能说伤害的是世界上其他的这些大鳄们或者是跟中共勾结的这些人，而最终倒霉的是什么呢，是那些万千平民。所以他要指出来呢，说要去避免这种灾难的重演，他给出了这个8点意见。第一个呢是还原历史真相，查清流行的原因和病毒的源头，并呢向这些公布真实的这些数据向全体国民的交代。然后第二个呢，他是讲说要追责，而且是要追责到最高层，得令呢向国民道歉谢罪，交由国法论处。第三条他是说是释放公民记者、维权律师、信仰领袖、民间抗暴人士，停止迫害敢言的这些教授。第四个他是说在武汉修建庚子哭墙，刻上所有不幸遇难的这国民的姓名，寄托哀思，永铭教训。第五条呢，他是说是要在武汉树立包括发哨人和吹哨人在内的九君子义民塑像，伸张公民气节。第六条他是说要政府出资设立这种新冠遗孤与牺牲医护遗嘱的这种抚恤基金，但是他还特别强调说是不包括删帖类似的这个网警。那么第七条呢，他是说设立李文亮日，也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日。第八条呢，他是讲说撤销网络审查、言论审查、学术审查，让官员申报财产，撤销学校的这些党组织等等。他还建议呢，是说把这个毛泽东独占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堂改建为呢华夏先贤祠，列展呢华夏文明的先贤志士们。然后这个天安门广场呢恢复成一个这种周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还原广场的市民功能等等。是我们看到中国过去这几年它真的是一片寒蝉效应弥漫呢，那这篇文章所代表的一个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一个思考在当下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主要的这种启发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作为知识分子来讲，这种感言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未来还是要勇于去发声。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上一次他的这个讲话之后呢，他的文章出来之后很多的人是非常支持，那么这一次来讲的话，我觉得同样的会体现出来，实际上这是代表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对这个过去的灾难的一个彻底的反思和这种义无反顾的对灾难的原因对中共的这种指责，而不是在继续奉行这种犬儒主义。对他，而且他讲呢，因为他很清楚他面临着什么，但他还是在去讲说，当此危机存亡之际，书生天命，有话要说，不得不说，一己生命虽必陨落，名臣天际照旧一抹晨曦，得存在不存，得存在永存。他写的比较文言了，就是讲说，他无论如何的话是要去讲话，哪怕呢说最终是个人上受到多大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哪怕失去生命，但是呢，他相信呢，明天的中国，光明一定会到来。是，我们也看到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呢，它正值中共年度的人大政协两会在北京召开。我们知道由于大部分的这个重大决议啊早已由中共最高层事先决定了，所以呢两会被普遍视为是一种走过场的政治形式。不过呢今年的两会由于疫情爆发、经济动荡，另外呢美中关系、中港关系、两岸关系也都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因此呢我们还是来讨论一下，尽管我们知道最受争议的就是中共人大审议的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草案，现在这个草案中包括哪些内容，它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草案的主要的目的呢，我们从目前公布的各种信息来看，它是主要是授权这个人大常委会建立呢就是类似所谓的国家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套机制和法律，然后呢最终是列入香港基本法的这个附件三，然后最终是由香港去实施。同时呢他是在香港建立一套就是中共的这个派驻的这个国家安全机构，然后香港本地也成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安全机构。
从时间上来看呢，他是说在5月28号这个批准的时候就开始正式实施。对于人大的这样的一个立法来讲，他是说内部的人士透露来讲的话，应该会在6个月之内最终完成。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内容相当引人关注哦，因为他提到就是说可能会在香港派驻中共的国安机构，很多人之前认为最恶劣的情况可能就是说要求港警或者香港他自己的情报部门自己执法，没有想到是中共会派驻机构进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的话我理解他最终是要彻底的把这种香港的现存的这种自由的言论的权利，或者是发生的游行等等这样的一些权利彻底的剥夺，然后呢是由中共的这样的一套所谓的类似我们看到的在国内打压一切异议人士，包括这些维权律师所用的那种叫做国家颠覆这样的一个罪名，把这些呢实际上是强加到所有的这些这个敢于抗议的这些人头上，这是最终我理解他最终的目的。尽管他表面上说的很好听了，是打击所谓的要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组织实施恐怖行动、境外势力干预活动等等的这些，而且呢，好多人可能解读为说是就是只是和这个外国去合作，包括推进香港人权法案，制止中共继续作恶。这些人其实我理解不是，因为现有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种寻衅滋事，这个实际上是被完全是滥用的，对吧？对。然后呢，就是国家颠覆国家的这样政权罪，这个呢也是完全被滥用的。人家说是口袋法，什么口袋法，没错。所以呢，未来我相信呢，这个就是香港这个按国安法的话，同样的会被彻底的一个滥用。他只要说一切的他想扣上的一个罪名，或者他认为这种所谓的不稳定因素，他都会扣上这样的一个罪名。然后呢，罗织各种所谓的证据，然后最终去打压着一切的这些不同的声音。是，我们也看到刚才这个欧美多国的政要都发声谴责这个中共推进香港版国安法，那么事态会怎么走向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关注。我们也看到今年在台湾问题上，中共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罕见的没有提到九二共识，秦鹏您怎么看这个变化呢？我理解这个实际上是中共呢目前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他认为呢目前的情况下中共是没有能力一方面应对国内的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追责，另一方面呢应对国内的呢这样的一个这种经济的萧条，乃至于呢最终的是衰败和民众的就是因为失业因为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一个反抗，而且呢内部呢还有一个这种特殊的香港的一个问题要去解决，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呢就采取了一个先放弃台湾问题，就是先不谈，然后呢是全力的去解决香港问题，把这个一切的这种他认为的不稳定因素消灭，然后呢再全力的去镇压和这种保证中共国内的体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最终的目标并不是完全放弃九二共识，就有可能在某一天他可能又会把这个拿出来再说一遍，说这个讲一个中国或者如何如何的。而且呢我们还看到呢就是在中共的这个李克强这个报告里边的话，他讲了说是和平统一台湾，以前的版本都是和平统一台湾，这一次呢叫统一台湾，去掉了和平两字，去掉了和平两字，也就是换句话讲的话呢，他是有一点那种叫做韬光养晦，就是说现在呢可能没有能力去统一台湾，而因为彻底的从国际形势上来看，还是说台湾的民意完全不在中共这边，所以中共认为可能他没办法现在统一，他怎么办呢？他就现在的是慢慢的去积蓄力量，等到某一天的时候，他足以去挑战国际秩序，足以甚至去把这个美国去打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搞这种武力统一，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这种潜台词。是，您觉得今年中共这个两会他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问题吗？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关注点，比如说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他谈到呢这种没有强过多的去强调说未来的这种发展问题，他强调的是叫由六稳呢现在变成了六保，强调是说要保这种就是居民就业，然后呢产业链安定，然后还有这个叫做基层稳定等等这样的，其实根子上来讲的话，这个六保的概念我理解就是说他要保证这个政权的这最底线思维，对吧？然后是确保呢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在这种疫情的过程中，在国际的追责的压力中，在国内的经济的萧条中的话，它不会崩溃掉，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那么
是，嗯。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次中共的两会报告罕见的不提出全年的 GDP 目标。那么专家认为呢，中国的经济可能会断崖式的下跌。中共人大会议周五召开，外界聚焦经济政策，尤其中共肺炎疫情影响，第一季官方宣称的 GDP 数据已经衰退6.8%。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不讲经济成长目标，该喊数十次稳就业、保民生。我们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是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面对投资出口都下滑，当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发行1兆元抗疫特别国债，2.5兆规模减税降费，更要官员勒紧裤带。就业压力显著加大，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六保就代表说，事实上已经疫情影响到的是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或是就业问题啊。当局罕见不定下 GDP 目标，学者研判，官方试图避免再次出现4兆人民币印钞支出的产能过剩，却也凸显总体经济压力巨大。所以我原本预估说，它至少会提4%的 GDP 成长率，那就代表说今年的 GDP 他们自己本身预估是会低于4%的。中国大陆为了刺激经济，试图以大规模财政措施扭转困局，但学者对政策的执行效率态度审慎。此外，也有分析认为，今年中国财政收入恐怕步入衰退，加码人民币印钞后果将导致潜藏债务问题爆发，进一步加大通货膨胀风险。新台电视沈维彤，台湾台北报道。美国的重灾区纽约州疫情逐渐减缓。周五，纽约州长库莫宣布，州内已经有超过750个检测点。Good morning。纽约州长库莫周五宣布，与州内的52家独立药房合作，进行检测试点计划。这些药房每周可执行约7000例检测，州内总计超过750处检测点。民众可以登录网站查询居住地附近的检测点。另外，州府正式启动了一项1亿美元的小商业贷款计划，纽约前进贷款资金，帮助因为疫情而强制关闭的非必要行业中的企业。该计划将优先帮助未获得联邦贷款补助的少数族裔和女性经营的企业。Small businesses are taking a real beating in this situation. They are 90% of New York's businesses, and they're facing the toughest challenges. 这笔1亿元的贷款基金将集中资源，帮助员工少于20人、总营业额少于30万美元的企业。贷款详情可以登录网站查询。目前，纽约州只剩下3个地区没有达到重启标准。库莫周五表示，如果长岛和哈德逊谷中部地区的死亡人数持续下降，同时病患接触者追踪员的数量达标，可以在下周重启，进入第一阶段复工。新唐人记者雨婷纽约报道。周五，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办了线上论坛，讨论台湾的防疫经验。台湾早在2019年12月31号就写信给世界卫生组织，提醒中国武汉市可能有不明肺炎。31号晚上，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临时召开记者会，对武汉市直飞台湾的班机做登机检疫。台湾不相信中共说病毒有限度人传人的说法，奠定了台湾的防疫成功。So as of today, there are less than 450 cases in Taiwan, and 7 deaths.And the schools are open, people go to work, and baseball season is here. People go watch baseball in the stadium. And so going forward, I think there are still some challenges. For example, they'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en to open travel to Taiwan, because right now foreigners cannot go. 有别于其他国家采取的居家避疫禁足令，台湾从1月26号开始封关，禁止中国籍旅客入台，禁止口罩出口，迅速行动过程公开透明。As opposed to China's heavy-handedness and authoritarian model, China's so-called face mask diplomacy that China wants to not only rewrite the narrative about COVID-19, but also coerce other countries to thank China.现在台湾防疫成功，并开始帮助其他国家赢得多国称赞。比起瘟疫源头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In the last few weeks, Taiwanese have donated 17 million masks
to other countries, which really reflects the desire of Taiwanese to be part of the community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in global health. Many countries actually become victims of China's handling of the pandemic politics. They actually have an interest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internally. They have an interest in investigating how the virus got started and how it was initially handled. 新唐人记者柯丁婷，纽约报道。台湾的疫情获得控制，连续41天没有新增病例。全台湾总计441例确诊，其中350例是境外输入。台湾的疫情控制得力，被全球多国视为防疫的典范。不过，中共国台办日前声称台湾隐瞒疫情，并称台湾防疫指挥官陈时中是隐匿疫情的高手。陈时中则回应，在台湾的防疫机制下不可能掩盖。秦蒙，您怎么看？为什么中共国台办会突然指称台湾掩盖疫情？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呢？从这个时机上来看呢，中共这个时候指责这个台湾，我理解呢，是因为他，越来越多的呢人现在实际上是在表扬台湾。那么表扬台湾的原因呢，那是除了疫情，抗击的比较好之外呢，它还有一个这种民主体制和透明的问题。对，那么这样的话来讲，在中共来说的话，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句句的话都是刺激了中共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它的这种不透明，它的这种隐瞒，以及呢它的这种抗击疫情的这样的一个不及时和掩盖等等的，所以对中共来说就是简直是相当于越表扬它，就是台湾做的越好，对中共来说的话，它这种压力或者是它这种罪恶感，实际上它是越强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共就是要毫无疑问是不愿意去让国际上或包括呢在中国国内看到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成就。那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中共拿出来他过去这么多年来讲一直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政府都实际上是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这种隐瞒的，都是作恶的，对吧？所以他们呢也是很坏的啊，就说他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让就是中国老百姓呢是产生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些谎言的一种容忍。那么从证据来讲，目前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到中国台办给出任何证据。而同样的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共这几天还在抹黑谁呢？抹黑日本。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体来看，它实际上是放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抹黑其他的国家呢，是给中共自己的这种困境去解脱。那么比如他讲日本呢，他也是说川北晋三呢是为了这个奥运会啊来掩盖数据，证据是什么呢？证据是说有的这个科学家，有的医学家呢说是这个实际的感染的人数远远的要比就是官方的公布的人数多，可是呢我们很清楚，这个并不代表是叫掩盖，因为这个病毒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来讲的话，它是无症状感染。那么他而且他有好多轻症来讲，大家可能也是最终要么就是说忍一忍，或者认为是感冒，或者因为其他什么东西大家就过去了。所以呢从各国来看的话，都是有几倍于现有的这种确诊人数，就是我们包括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在纽约看到的呢，就是当时是纽约是170,000人确诊，但是呢他的一个抽样的调查显示呢，纽约很可能当时是有170,000人是感染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就相当于是感染的人数是确诊人数十倍，所以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那么对于中共来说，它是一种检测手法的问题，而不是政府有意掩盖的问题。对，这是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个和中共那边的掩盖，比如说他是把这些在各国家来讲都是认为是确诊的这些人数核酸检测阳性，大家都认为是确诊，但中共呢就把这部分如果是轻症或者是这种没有症状的这些人呢，通通的不列为这种确诊人，甚至呢他把一些这种很多的实际上是确诊的，他也不列为这种确诊，而且呢他还对，即使呢说现有的这些数据呢，他还给他缩小，比如前几天我们看到呢是中共这个军方。就是那个医学机构来讲透露出来的消息，他说是整个全国有50多万人的这样的一些确诊的数据，对吧？所以呢，而官方呢所公布出来的只有这个8万多，对，8万多例，所以这个实际上差别有几倍的，对吧？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掩盖的一些手法，他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法再去掩盖。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和中共的那种的概念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我们知道中共他在2003年 SARS 疫情以后呢，是花了11亿建了一个疫情直报系统，当时是宣称在2个小时内疫情就能从基层上报到中央。那么对比一下两岸的这个疫情信息通报机制有什么不一样呢？从这种系统上来看呢，我觉得是就是中国那边的这种系统的先进性实际上也是蛮高的。嗯，那么台湾的这套这种系统呢，它的透明度，它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我觉得更多的体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叫做全民防控。那么中国这边呢，它更多是体现在医疗系统的一个上报，快速上报。但事实上的话，我们知道呢，就是尽管有号称说是2个小时之内可以做出反应的这套上报机制，但是结果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它至少是掩盖了呢是3个星期甚至是1个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原因呢，实际很简单，它的这种就是台湾和中共这边呢，它的这种处理的这种节点，它的人员是不一样的。台湾呢那边的处理的管理的节点的人，他是什么呢？是专家。是技术官僚，是这帮人。中共呢，真正的这种对节点，就对这种各种信息进行判断和做出决策的人是谁呢？是中共的党的官员，和甚至呢是中共到一直到最高层，他才能决定说这个事情。那么从判断依据上来看呢，台湾那边呢是保护生命，快速的对疫情做出反应，这是他的一个根本的依据。而对中共这边来讲呢，他所判断的依据和目标呢是保障说党的这种稳定。至于说老百姓的生命或者说整个的这种国际上多大的损失，对中共来讲是不在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这两个系统根本上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这个系统不管它到底有多先进，它毕竟要人来使用，而人是受制度制约的。对，所以根本上的这种差异是在于两岸的这种制度的差异，就是而在于这种统治的这种统治者的差异。台湾来讲的话，它是这种民意授权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团队，而中共这边的话是从来没有这种民意授权的，所以对他来讲，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高层来讲，他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这个小集团的统治利益，而不在乎说是民意或者老百姓如何，这就是根子的差异。是的，我们再来看到日本家电生产商 Iris Oyama 5月20号宣布，把口罩的生产线从中国迁回日本，将成为日本最大的口罩工厂，从7月份开始为日本国民供货。搬家费呢，将获得日本政府大约1900万美元的资助。尽管我们知道，虽然这个外企转移生产线的消息最近是时常有发生啊，但是中共它是宣称大规模的产业链转移是不可能发生的。您的看法呢？短期内的大规模这种产业链转移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中共是其实这个潜台词是说呢，说那我们就无所谓，甚至呢，他的这次疫情呢是中共的在内部一些智囊也好或者媒体也好，还在鼓吹说进一步的体现了说中国这种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或者是不可替代性。嗯，事实上这个是个幻觉或者是个虚假的一个宣传，就是因为产业链里边呢，首先是第一是不是彻底的转移，它是有一个时间，但是不代表不能转移。比如说来讲的话，那些很多的生产它是很可以转移到这种东南亚转移到那个甚至是墨西哥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第二呢是它试图呢说这个转移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事实上也是一个假的，因为这个产业链里边呢就是最高端的那个部分，我们看到呢是高科技的 AI 的，或者是整个医疗那种高级研发的或者生产的，还有呢是涉及到军工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系统来讲，一旦说转移之后，它是永远不可能带回来了。而且呢，中国的这样一个产业相当于是被彻底的置于这种低端的中低端的产业，就很难再永远是和国际社会不可能再接轨了。特别再加上就是说整个对技术输出这种限制，然后美国在对这种人员的交往或者甚至是留学这方面进行限制之后，那么对中共来讲，他偷不成，学不成，然后呢去买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整个中国就相当于是整个完全是在一个低端上的一个发展。而且呢，从这种产业阶段上来讲，就是在过去的这个刚刚加入 WTO 的时候，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趋势实际上是一个向上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这种青年人在蓬勃的发展，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资金流啊，各种各样的人才流、技术啊是大规模的进入。
而现在呢，中共这个体系属于这种很中年之后，就是鉴于老年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的话，它看起来很庞大，很厉害，但是呢，这个时候它实际上是不是一个成长，它这个下坡状态。在疫情的打击下，然后在国外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抽空的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对中共实际上这种打击的程度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知道，特别包括这种高端产业的出口，实际上都是在十大前这个出口额占排行榜上边的是主要是这个台湾企业，这些的话也都是这些高科技的一些企业，这些一旦撤出，对中国来讲的话，实际上出口也会遭到打击，就业也会打击，方方面面的话实际上都会出现很多问题。是，我看到很多国家都对这次疫情它体现出来的一个产业链过度集中表现出了警惕，而且很多人说这次疫情它可能会很深刻的影响过去几十年的这种超级全球化，就是产业链供应链过度的集中，您觉得呢？对，事实上的话，它过去传统产业化里边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说，虽然说叫做全球化，但是呢，在过去的二十年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呢？把所有的这种主要的这些制造，通通的搬到了中国，这个呢是在全球来讲，在过去的产业化里面也几乎是没有的一件事情。转移一定是在转移到不同的这些国家，所以呢，换句话讲，大家所有的把这些基于身家性命的，乃至于自己未来的这样的一些制造的这样的一些系统，全部的搬到了一个这种共产集权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实际上才是这个过去全球化最大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的这种反思，大家其实虽然说要逆全球化，但我觉得更跟得上来讲的话呢，是认识到说由交把。只是为了省钱，只是为了这种所谓的这种产业分工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全球化或者叫做地球是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完全是错的，必须考虑这种价值观，必须考虑这个政权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和全球的这种融入感，必须考虑说是不是这个政权是不是会威胁到全球，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才是现在的这种所谓的逆全球化的一个本质。美国已经有企业就提出说，确实中国它作为一个供应链，它很难单独有一个国家就能够替代它。但是呢，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把几个国家的供应链打包，比如说东南亚的几个国家的供应链打包，它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取代中国。是这样。我们看到呢，目前来讲的话，就是美国是在扶植东南亚，而且呢还在呢是试图呢是把这个印度，给它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在产业分工里面更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而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在过去的这几十年的分工中，其实也都是整个的全球分工也都是这个美日欧他们的这种联手来讲的话，是把这些产业做了这种转移。那么未来呢，他们要在转移的时候，其实也要转，也一定会系统的去转走的。也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可能会转移到一些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对，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也看到在疫情之下，人们啊都是在被困在家中。西班牙的一位画家呢就别出心裁，在窗户上作画，一起去看看。西班牙街头艺术家希尔维斯特·圣地亚哥在马德里因疫情封锁期间产生了在窗户上作画的灵感，让自己笔下的人物走出了房门。作者将玻璃上的画与窗外的风景相结合，创作出了许多诙谐且引人深思的作品，比如人与病毒时空大战、夕阳西下时挥舞着高尔夫球杆的人，还有画家正在屋顶创作的画中画，最能表达圣地亚哥对此时城市的展现应属这幅头戴防毒面具的雨中人物画了。Este arjón surge al principio del confinamiento, hace unas semanas, ante la necesidad de seguir trabajando. Me he negado al hecho de que por estar encerrado no pueda seguir creando.Y he retomado un proyecto que empecé hace ya muchos años, que es el de pintar en ventanas de hoteles o de casas en las que vivía. 圣地亚哥还将剪纸贴在窗户上，与外面的建筑互动，创造出无限的想象空间。他的作品在社交媒体上也来了不少人关注，并收到上百幅作品。De las cientos de obras que he recibido desde más de 50 países de todo el mundo, todas me han hecho muchísima ilusión, pero en especial recibir todos los días una pieza de mi padre hecha en la casa que tienen mis padres en Santander, significa mucho para mí porque quiere decir que están bien y que están ilusionados, y eso pues me hace feliz y me tranquiliza.
这种时空上的互动让圣地亚哥感到很欣慰，同时他的作品也鼓励了大家，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新唐人记者闫希综合报道。好的，我们短暂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关注疫情的情况。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世界随着天象脉动，时间伴着光影流动，掌握时事真相，请上 YouTube 查询世界十字路口唐浩。一个抓一个，绝不手软。竟敢跑出来被我们抓着去枪毙！站住！是不是逃出来了？那猎人炉里头，24小时都在烧人，空气里都是烧死人的味道。不能一起活着，那就一起死吧。我不管你们，谁管你们呀？走吧。你就听我一次不行吗？我们不能抓人啊！他犯什么错了？你们都回去。有你，这么多，亲眼所见，唯一的解药啊！一个平民建立的王朝，一段直追汉唐的盛世，算无一策的谋臣，百战百胜的良将，太极宗师，全能大儒，先进的科技，灿烂的文化，笑谈风云最新奉献，大明王朝。欢迎回来。周五，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将把第二季度$100,000的工资捐赠给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以开发用于治疗和预防病毒的新疗法。自上任以来，川普总统已将其薪水捐给多个政府机构和事业部门，包括国土安全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另外，美国计划招募10万多名志愿者，对6种最有希望的中共病毒的疫苗进行测试，希望年底之前提供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过去呢，疫苗的开发和测试工作可能要耗费几年的时间，现在压缩到几个月，显示出各国政府对疫情的担忧程度。谈到疫苗，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建立了群体免疫，而疫苗推出的时间、有效性和民众接种的意愿都还是未知数，因为很多人都在担心疫情会不会再次大爆发，出现下一个最高峰。秦鹏，您的看法呢？我理解的话呢，就是目前呢这样的一个病毒的发展情况来看，和呢就是整个我们在过去看到就是全球的大流行的大流行病这样的一些这种特点来看呢，很可能会有就是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嗯，因为从病毒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来看呢，就是它会有基因的就是这一种变化，这个呢是。对，假如说一些是小的一些变化呢，它把它叫做这个抗体漂移，就是它也就是说小的一些变化，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目前来看我们在全球性的看到这些，虽然会有一些不同国家之间会有一些很小的一些变化，但是呢整体全球来看并没有发生一个整个大的变化，这是目前的状况。但是呢它很可能也会发生呢，它叫做抗体漂变，就是说发生一个这种非常大的一个这种变化，突变性的这种结果。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会带来呢就是相当于是产生新的这种病毒的这种亚型。那么很典型的呢，我们是在上世纪的1918年这个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它当时是发展了3年，对吧？是由1918年的这样的一个春季到1920年的这个冬天，好像是不知不觉就消失掉了。那么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也是像现在一样，就是看起来致死率并不高。那么到了整个夏天的时候，就8、9月份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呢，突然间是
发生了一个这种变化，就是它的那死亡率突然间提高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而且呢，这些的这个感染者、死亡者呢，主要还是这种青壮年人群。就是西班牙流感它第二波疫情是吗？第二波疫情，所以呢，好多人就是有时候是把它这个疫情的变化，相当于是举做一个山字，比如这是一个这个中间呢，突然间这个死亡率是大高，然后下第三次高峰呢，它是这个又低下来了。那么呢，很可能说，比如说在下一波的这个疫情。新冠疫情这个到来的，就是中共病毒这个疫情到来的时候呢，是不是也会发生这种突变？这个呢很难说。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些科学家都在警告说，很可能在今年的秋冬季会爆发呢，说是二次疫情这样的高峰。然后呢，很可能到比如到年底，会来到这个疫情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且呢，他很认为说，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这种病毒的这种突变，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这种感染率、死亡率也会大大的增加。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说现有的抗体，它很可能说只能抵抗说现有的这种情况的这种病毒的这种叫做小幅度的这种变化。一旦说呢来自了这种病毒突变之后的这样的一些病毒在感染传播来的时候，哪怕有抗体的这波人都会被感染甚至直接死亡，就反而的话呢会加大这样的一个死亡率。这是在过去我们看到就是科学家们分析是在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样的，在这次中共病毒这个假如说是二次疫情高峰这个到来的时候，会不会发生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大家都没有底，所以对于说这个疫苗今年本身能不能出来，这个现在好多国家在努力，但是呢现在也不是完全有底。而且呢，假如说是这个疫情病毒发生了突变之后，那么相应的来讲，这个疫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相当于也会这种会消失掉，对吧？就没有可能没有针对性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也是有很多这种未知的这样的地方，是还有很多的未知数，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哈。嗯，是我们看到22号下午，武汉维权人士 Iris 在接受外媒的采访的时候呢，被三名警察和七八名社区人士拦截，试图中断采访。一层一层的来谈噻。你真的拦了别个第一次刺激不要谈，是么回事呢？不能把我挂楼的噻。不是你不让我走什么意思？你们限制我自由什么意思？我们不限制你自由。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走？主要是第一的这个。你跟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 Iris 就批评呢，整个疫情期间社区人员对他不闻不问，没有任何帮助，现在呢却阻拦他接受采访。他还透露，在接受采访之后，社区突然声称可以解决他的一部分的维权诉求。再来看到重庆网民微文员日前到北京游玩的时候，但是在景点被公安带走，并将他遣返回原籍，并被要求居家隔离14天，门外呢是有解访人员看守。维稳员认为，当局以防疫的名义进行维稳，目的呢是在两会期间限制他的人身自由。目前中国多个地区都传出了以防疫为名实则维稳的事件。据日本媒体日经中文网报道，大陆最大的服装生产基地广东省受到疫情的冲击，80%的海外订单被取消或者延期，不少服装厂停工。另外，陆资持股41%的日本服装公司 Renown 日前宣布破产，成为疫情爆发后日本第一家破产倒闭的上市公司。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疫情的最新情况。